全部抬起来。爱奇艺娱乐网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18爱奇艺粉丝嘉年华 PPF 体育场的内场。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各位偶像们就在跟导演进行着最后的项目的讲解，那么就在今晚他们就会在这里进行4x100米短跑、60米短跑、直压板、毛毛虫竞走和钻杆等等等等运动项目。像程潇、周杰琼、 SH48、 超能唱片、觉醒东方、迈瑞娱乐、香蕉娱乐练习生们，还有张明恩、张子枫这样的偶像们，都将会在今晚与各位粉丝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是我四百接力，400接力，你要跑400米吗？还是100？就是一个人100啊，一个人100，总共100接力。那你呢？我是从小到大运动会最没自信的一个项目，因为我报错了，我以为过杆是从上面过，结果他告诉我要从下面过，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可以用脚这样跨过去了，我觉得我心里好难过。说实话，就像我以前在学校就是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一模一样，但是彩虹的感觉更绚丽多彩一点。对。对晚上有信心吗？好吧，有。拿到自己的号码，加油加油！一会儿多拿几个。更多幕后花絮，请关注5月8日晚8点半，爱奇艺娱乐翻啊翻啊翻，翻翻重出江湖独家报道。不能来现场的粉丝，也别忘了来爱奇艺娱乐观看独家视频直播。爱奇艺娱乐上海报道。爱奇艺，悦享品质。